半夜，他妈一个人喝酒啊？总理呢？他一回房间就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，大概这就是少女怀春吧。<笑>我妹，毕竟没有谈过恋爱，突然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呢，小鹿乱撞是可以理解，太缺乏经验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 choose.